大家好，欢迎收看消费流行线，我是主持人栗子。你如何能在虚拟的世界里弹吉他？听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虚幻的想象，但是如果你有了一双聪明的手套，这个想象就有可能会变成现实。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名为 Bebop Sensors 的公司，正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CES 全球消费电子展上，展示他们最新型的智能数据手套。这是一款功能齐全的交互性的数据手套，特点是非常轻便，每个指节都搭载了智能织物弯曲传感器，有着非常高的精度。Bebop 传感器创始人Keithy McMillan 说，当你戴上这个手套，触摸那把虚拟的吉他，你感受到琴弦带给你触觉的压力，于是你拨动琴弦，吉他奏出了美妙的音乐。Keithy McMillan 说，今年你们将会在一些游戏平台上看到他的身影。我认为比起现在人们使用操纵杆加上 A 键 B 键玩游戏来得更加容易，你只要很自然地伸出你的手，就可以抓住你想要抓住的东西。相信由于它跟人手的精确匹配，你会喜欢上它。 Keithy McMillan 也说，未来他们会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开发，比如在驾驶室里模拟开飞机、看房地产、旅游，甚至可以学习如何烹饪鸡肉。所有这些交互性的方式都能使你感受到虚拟环境中的物体变得很真实。